2016台南市巨人杯全国少棒锦标赛10月26日伫个小北乙棒球场举行开幕仪式。市长赖清德代表台南市全体市民，欢迎来自全国各地32支队伍，并勉励每一位参与赛事的选手，以传承巨人少棒永不放弃的精神，面对每一场竞赛。以上国家杯部门的制度接受比赛结果，达成以球会友的目的，促进大会圆满成功。宣誓代表吉崇为请示。中华民国105年10月26日。啊，台湾的侨胞，大家在亚利桑那州可以说事业有成，而且热心公益，赢得了州长或者是市长一致的肯定跟支持，所以台南市呢才有机会在104年左右吧，好，103年，我们有机会到亚利桑那州去做移地训练，那我们也有这个荣幸，亲自在台南市迎接亚利桑那州的州长，哇，那个是非常大的光荣，我们再掌声欢迎一下哈，那非常大的光荣啊，而且我们还跟州长在台南市签订了合作备忘录啊。这个真的是太棒了，真是太棒了。那这个备忘录的内容主要是其中一项就是棒球的交流，跟今年有关，所以我们非常高兴台南市呢今年我们再次举办巨人杯全国少棒比赛，来自全国，包括这个美国，总共有30几队的球队参加，我们非常高兴也非常欢迎啊，祝福呢我们的活动都能够顺利圆满成功啊！那我也希望我们各位小球员能够知道，我们这个全国性的比赛啊，是名字呢叫做巨人杯少棒赛啊。刚刚致辞的就是大功臣之一了哈，这卡给我们的欧乐姐啊，你已经敲我棒球啊，因为变产业了哈，变产业了哈。后来这个吴教授哈。对，我是英国的球迷啦，啊，英国的球迷哈，很高兴，他有来关心，来支持我们台南市的棒球运动。那我们也希望我们每一个球员来到台南，能够知道，在1970年代，在台湾那样的棒球环境里面，巨人少棒队，还有台湾台南市一些热爱棒球的前辈，为台湾棒球所投下的一切。才奠定了今天棒球的基础啊！因为今天贵宾很多啊，我不宜讲太久啊。那不过呢，我是希望衷心欢迎大家来这边比赛，也希望今年的活动能够像以往一样啊，都非常顺利、非常成功。也希望我们各位球员来到台南，也能够了解一下巨人棒球队的历史，能够爱上棒球，也爱上巨人，然后也爱上我们台南。好，谢谢大家，祝大家都有最好的表现，谢谢大家，谢谢。去年曾经带领钱德勒市明星队参加巨人杯比赛的美国亚利桑那州钱德勒副市长，今年再度到台南参加巨人杯少棒赛开幕，并且甲赖市长做伙开球，为为期5天的赛程解开序幕。I was so pleased to be able to bring our Chandler baseball players here last year to participate in this tournament. What an incredible experience for them. 去年我非常高兴能够有这个机会带领我们钱德勒市的棒球选手们到台南去来参加这个比赛。And again, I'm so honored to be back this year. I feel like I'm part of your family. This is a wonderful city, and I love being here. Thank you so much. 好，再一次谢谢，今年我能够再次回到这个地方。非常的高兴，感觉上我好像就是这里的一部分，跟大家都是同一家人。再一次的谢谢大家。台南市政府跟美国亚利桑那州在1902年签署交流友好协定，共同推动两地的棒球运动，全力支持台南市亚太棒球村的兴建营运，以及基层棒球运动选手的培训发展，对提升台南市基层棒球运动训练。以及国际观点拢有相当大的帮助。好，巨人战，战就是战，就是战。